老爷，奶奶，大小姐说了，她坚决不嫁给魏家营。一会儿花轿来了，她也不上轿。她敢！我出去看看。山杏。杏啊。杏。山杏。杏。山杏，你躲哪去了？啊，咋的？山杏。山杏。哎呦，这山杏。时候了，别藏猫了，快出来呀！山杏。娘。山杏没在屋里。啊。他还能跑了？太太，我刚才来这屋的时候，他还在呢。哎呀，接亲的马上要到了，这不作妖吗？坏了坏了，哎，快快翻头找，快翻头找吧！找找找！哎呀，真是跑了！哎呀，杏儿啊！山杏儿！山杏儿！大小姐啊！大小姐！我们几个那边找去，找不着别回来啊！有吗？没有啊。大小姐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找到没有啊？没有。大小姐找到没有？没有啊。奶奶，大明啊，找没找着啊？没有啊，上面没有。哎呀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快快快，上全院后院，柴火堆后面再找找。好，好，快快去，全院后院，快。山杏，你看看，去咱们后院。山杏，嫂子，嫂子。嫂子，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嫂子，你看山杏没？山杏今儿不是当新娘吗？我准备做喜面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别做了，山杏人都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这样，你出去帮忙一块找找吧。行行行。山杏，山杏，山杏。找着没有？没有，哪都没有啊！奶奶，前院也没有啊！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老魏家接亲的马上要到了，人不见了！哎呦，都急死个人了！你说这死丫崽子能跑哪儿去呢？是啊。哎哎哎哎，你听，迎亲的来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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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老管家可丢大人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可咋办啊？别急，都别急，该咋办就咋办，先去把迎亲队伍接进来吧！快快快，大兵，快快！哎哎哎老丈人，老丈母娘，老老丈母娘，你们好。啊，这咋不对味儿啊？啊，说话咋这动静？白梨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现在你该管我叫二婶儿了。小子，我现在是你二叔了。哦。原来你们俩现在是一对了啊！二叔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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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婶好，哎呀，好小子，真有礼貌。小子嘴巴巴的，还挺甜。行了吧，拜也拜了，见也见了，新娘呢？是啊，新娘呢？别想请着了，跟人家魏家说吧。停！啊，山杏儿跑了。山杏跑了？哈哈，爹，太好了！这回可不是我不娶她，是她不嫁我。咱们走吧。那个，亲家，山杏她跑哪儿去啊？难道他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啊？
你下来，你身那么高，多悬呐！哎呀，接亲了，接亲了，接个棒槌当山参，这才是大家闺秀。闭嘴！这是要作上天的呢。行行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会出人命的。他干什么？下来呀！我叫不下去，叫不下去。行行，快点！行行，行行。你这宝贝孙女最听你的话，你快点让她下来。啊，小星啊，你真的太危险了，掉下来怎么办呢？听奶奶话，听奶奶话，下来吧。小杏，小杏，别让奶奶。你想让我下去也行，但是我不能嫁给魏佳音。我才不想娶你呢。是我不想嫁给你。我不想娶你。啊呸呸呸！我不想嫁给你。我不想娶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小杏啊，你看你。小杏，快下来吧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反正我坚决不能嫁给他。小杏，李大兵，哎哎。上去，把他给我拽起来！好，听着，听着，金大面，胆肥了是吧你？你像谁呀你？大小姐，按你做主了，我上去接你下来啊！来，坐住了，听着，听着，小杏，大小姐，你别害怕啊！我上去，我接你下来啊！走了，别打，别打！哎，大小姐，别打！哎，别打！还是我上去！熏下来，不是在下面，那明网接着怎么样？赶紧去啊！桂花，快点，点火去。干啥呢？啊，不动了，不动了啊，山杏。啊，别动啊！哎，别动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起来了，穿的跟粪样儿吧，你快点吧，冬天在外面都急眼了。整个火都整，你愣着干啥呀？出去整点苞米干子。
太太，他就是太实惠了。哎呀，你醒了！这下醒了，这咋斗鸡眼了？怎么成斗鸡眼了？我斗鸡眼了吗？爹，这回还有啥说的？你走吧。哟，好好的姑娘咋成斗鸡眼了？哎呀，太事了，你好好看看娘。亲家。 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好好看看娘，亲家，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好好看看娘，哎呀，我的心儿啊！哎呀，这咋成斗鸡眼了？那，娘，人家老魏家都走了。哎呀，走走吧，上新都这样了，还结啥亲呢？快点，赶紧背布去！哎哎哎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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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慢点！哎，慢点啊！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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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走走走，快！哎，媳妇儿。 慢点，慢点！哎，慢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娘，啊，你说这山杏是不是装的呀？这瞎说，怎么是装的吗？哎，呀，抽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别抽了！